测量孔径大小，测量孔径大小，鼻咽润滑，鼻咽润滑，将鼻尖上推，将鼻尖上推，垂直置入，垂直置入，完成了。OK， 好，再次口咽，测量嘴角至耳垂距离，测量嘴角至耳垂距离，打开呼吸道，打开呼吸道。用食拇指交叉法打开呼吸道，用食拇指交叉法打开呼吸道，就是把嘴巴打开而已。好，再将口咽垂直置入，再将口咽垂直置入，旋转一百八十度，旋转一百八十度，顺势置入，顺势置入。好，来，各位暂停。为什么不是旋转三百度？